数字预测，奇准无比，你回去看看你自己的手机号码测试看看，准确到令你目瞪口呆。下面这些数字蕴含着神秘的信息。一，如果有下面这几组数字在我们的手机号码中，代表绝命：12、21、96、69、48、84、73、37。当我们手机号码尾数有这些数字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用这个号码在三年以上，就会出现破财、耗时、是非、防小人、被骗、疾病、婚姻不利的情况出现。MH370 马航里面的数字组合是绝命，加强了祸害还是隐性的，所以马航失踪了，现在都找不回来。车牌号17496，安培37501，也是绝命加祸害，所以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。车牌号 C13122122 是绝命数字组合，22是重叠了，加强了绝命，所以这样的车牌号发生事故性很大。二，当我们的手机号码中有18、81的尾数的时候，就会出现灵敏度高、不稳定性高、对一些神秘的事情感兴趣、多变的个性。18、81、97、79、36、63、24、42，这是五鬼的数字组合，破财是非多，婚姻不利，三国恋，晚上容易熬夜失眠，喜欢夜场生活。三，我们来看下面这两组数字的车牌号组合，就会很容易产生车祸的现象。818，二个高能量的五鬼数字，负能量叠加，是非常容易引起车祸的发生。4975，97是五鬼数字五加强了，97的负能量放大了，也是很容易引起车祸的发生。四，当我们的手机号码出现17、71的尾数的时候，就很容易能说会道，怎么说都有理，容易发生脾气。89、98、17、71、64、46、32、23手机号码出现这样的数字，就容易祸从口出，口才好，多是非，付出多，获利少，辛苦，留不住钱财。五，手机号码尾数有19、87，表示有理想，有抱负，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和当老板。19、91、87、78、26、62、34、43能力递减，这是延年的数字组合，奋斗努力，能力强，但付出多，获利少，辛苦。女人一定不要用尾数带有19、91的号码，会变得很阳光，很霸气，看不起别人，容易造成离婚，人缘不好，结不了结婚。六，手机号码尾数有61，具有明显气质，长的漂亮帅气，适合在服务行业，善于表现自己。16、61、92、29、83、38、74、47是人缘好，分爱情，偏桃花，花钱快，犹豫不决，不能加强，就人缘好，加强就会引起分爱情。举例，大型空难事件。1977年3月27日傍晚的空难，两架波音747客机在西班牙北非外海，自治属地加那利群岛的洛斯罗迪欧机场西班牙语 Aeropuerto Internacional de los Rodeos， 也就是今日的北特内旅费机场的跑道上，高速相撞爆炸，导致两机上多达583名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死亡的惨剧。第一架飞机，荷兰皇家航空400505号班机，48绝命加5延长加重绝命性质，机型747-206 B74 六杀47六杀。第二架飞机，泛美航空17-36号班机，17祸害加365，鬼大空机型747-121 74六杀47六杀。12绝命加21绝命大空加重灾难成数